你来一个试试运气。如果我们出那个，如果出了满汉全席、海鲜大餐2500啊，这现在都不如这样式儿上都，真的都不如这样。谢谢七舅老爷。哎，没有吴亦凡呢，也没有皎月，这月神是不是拉了呀？谢谢当世归宿意是竭，谢谢七舅老爷。还有4分钟开奖啊！谢谢呆虾户。你为什么不能送啊？你想送啊？你升到20级就可以送了。谢谢全仔仔，感谢七舅老爷。拿一个皎月，不给天选了，这是遭天谴了呀！这不给天选，遭天谴了。我决定来把月神刺儿，就这么决定了。还有3分钟开奖啊！谢谢摩卡嘉宾，没牌子，你出爱心寿司不就有牌子了吗？2块，3、4、5、6、7，不行啊，咱都卖了，这也吃不着利息，吃不到啊。我本可以再玩一把绿纹这把，你知道吧？前期我们整一个这个，随便整个天选，然后打打工，直接无敌。但是，我不会让大家两盘都看到一个阵容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，我不允许。谢谢风雨未来，感谢七舅老爷，谢谢嗨曼，还有2分钟开奖了啊！2分钟开奖，最后的2分钟，想参与抓紧时间参与一下。谢谢卑贱的守望者。这不是刺客，这要是刺客就好了。我应该再吃一波利息好了，反正我也赢不了。谢谢七舅老爷，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！2500块现金红包，只有37个老板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还没出东西。月神刺吗？没有，挺好，我来。谢谢七舅老爷，感谢宠团团的熟人，还有30秒开奖啊！大家可以来一个满汉全，不是满汉全席了，来一个鱼丸出面或者是麻辣烫试试运气。恭喜资深中奖专业户，快点，海鲜大餐马上出了，快！抓紧时间，抓紧时间，10秒钟，最后10秒钟。
抓紧时间，在满汉全席出的那一瞬间，我就预料到了要出海鲜大餐了。谢谢青山树，还有三秒钟。虽然我的抽奖没有继续，但是海鲜大餐马上就来。老板们，恭喜春风十里宛如你。吓我一跳，马上就来，抓紧时间。这能赢不？费点劲哈。哎呀，摁错了！啊啊！给点钱吧，行不行？给点钱吧，多摁了一下，我操了！挺好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可以，八营口成型。吴亦凡不要吗？不要，这个阵容不要吴亦凡。这脚印是 bug 了吗？为什么可以一直加蓝啊？你们发现没？刚才他有盾也可以加蓝， bug 了吧？这真的是 bug 了呀！哎呀，好多小法森林呢、啊，直接转也行，其实，算了，转个屁不转。挨打了，哦，科技枪这盾是吗？不能，皎月在有盾的时候是不可以加蓝的。皎月在加盾的时候没有蓝，不会刷新蓝的，它跟以前的不一样。只有在没有盾的情况下才能有。可能是科技枪的那个盾跟那个自己自身的护盾出现了 bug， 可能是。你看，这有盾的时候不加蓝，挨揍也不加。谢谢春风十里宛如你。月神刺儿还不递吗？可以递呀、啊，等一会儿吧，别着急，着什么急呢？五人口可以多上个刺客，我们六人口吧。森林吃了就不就不，救月神村，救不
蓝刀锋，可以不要。我们这皎月要啥呢？你说，算了，也没啥拿的，拿下吧。反甲没有锁着甲，那你这咋整？日炎其实行，我觉得。坏了！坏了呀！坏了！坏了！坏了！喂，啊，没有啊，啊，拜拜。再不存钱就没了，坚持不到四星皎月了，没了就没了，我第八就第八了，怎么样？我还不能第八了吗？没牌我们还不能第八吗？真是的，第八，这他妈一个皎月也没有，我都吐了都，简直人要没了，这脑袋直嗡嗡，简直了，真的简直了呀！一个皎月也没有，我就要个皎月女神怎么的呀？就不能有呗？我就要个皎月又能怎么样？给我一个又能怎么样？简直了！哎，全是一星，玩个鸡儿啊！赢了，兄弟们，六连败赢了，拿下。我给你画几道鱼塞。呀，啊，立伤格，寒冷吧，没有关系，兄弟们，锁着甲，大剑，皎月女神。皎月女神塞拉斯，塞拉斯，在地第一个塞拉斯就行，行不行？皎月女神，看看这装备怎么给啊？无尽春哥饮血剑，无尽春哥饮血剑，先给春哥。完了，按错了，我操！这怎么给了个水银呢？这怎么办？原来他身上有魔抗啊，为啥不早说呢？这可怎么办呢？
这卖了也不合适啊，这卖了呀，卖了多亏呀。卖了把水银给皎月吧，行不行？你们觉得呢？皎月是不是整个水银也行？给卡特呀，卡特也行，给卡特吧呢，给卡特琳娜。第一下，啥卡利呀？我拿了他多长时间了？有人记着没？我从一级就开始拿，一直拿到现在，一直拿到现在。我决定了，我下波要把这钱全递了，谁也阻止不了我。你俩给我滚！我要把钱全递了，我现在没有三星皎月，我已经死了，我们就已经死了。来做个两个的。塞拉斯刀锋刷新，咦，那我们这不无敌了吗？哎，可以啊，已经有点小无敌了，先等一等。升，哎，哎呦我操！完了，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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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呀，坏了。坏了，这回能不能无敌？这回总没问题了吧？上回略微有点问题，这回总没问题了吧？虽然俺们没有四星的，那三星的也能用啊。地呀，地个鸡巴毛还地呢？我的地死了还地呢？再不上个六刺儿没暴击，还搁这递递个屁！我们这把不出意外应该是第七第八了，应该是第七第八了。一咱没有四星皎月，二咱血量不够，三咱们其实皎月的装备一般般吧，实在不行给个泰坦也行，主要还是血量太少了。这种阵容如果血量没有容错率的话，就基本上也就是GG了，这属于前期阵容，这是打血量的，主要是为了大家每一把都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，知道吧？为了谁？为了你们。都玩点阵容，咱就不每把都玩一样的。
皇城 PK， 胜者为王。完了，哎，我打那大蛇，给我打那瑞文。塞拉斯还得升呢，这塞拉斯不升还不行，还得升塞拉斯。升的东西它有点多，这钱肯定是不够用。下波直接全地了，全地了，给个锁着甲吧。哎呀，法爆全地了，这就不要了，泰克咱们就不要了。三星莫甘娜有吗？有个屁，肯定没有，这就是扯犊子，这就是肯定是没有，这种犊子咱就不要了。不要，我们就生着角域。不要，油也上不去。不要，法爆，就那样，给个泰坦。哎呦我操，二星禁服，快点地啊，快点地，快点地，这波再不地不行了，这打一个塞拉斯也没有了。有了，暴风先不要了啊，不是归宿地牌，我们这不得看清楚了吗？你这不得看准了了吗？你这要没看准了，那肯定是不行啊，兄弟。这万一这漏点啥，还不如不地了呢，对不对？没毛病吧？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着急，不就是个云顶之弈吗？有什么的呢？我们还得地一个三星塞拉斯，基本上是第八了，对吧？第八把第八杀了，我们第七。把第八杀了，第八死不死？第八，第八给我死！靠，第八赢了，还挣扎一波，漏了一个派克，派克不用。留个十块吧，这么地儿。哎，这第六可能也能没呀、啊！第六，把第六送走。我们打第八这波，这波打第八啊，这波打第八。然后我们下边打第六，正好我们把他俩给送走，我们拿个输个二十分差不多。啊，莫甘娜留着干啥呀？那莫甘娜不留也行吧，也行吧，也行吧。我不是棺材本，我这肯定递不出来。你那不想屁事呢吗？那怎么可能递出来呢？肯定递不出来的东西咱就不递了，你还不如留点钱呢，对不对？完了，杀！哎，第八死，第八死，第八死，第八咋又赢了呢？第六死，好，第六先死。我们能干嘛呀？这龙刀，龙刀没了。我不好，你们也别想好。今天谁也别想好，咱们谁也别玩。
刚才有个兄弟把我点醒了，刚才有个兄弟真的，他把我点醒了，他说现在你把塞拉斯换一个，换成莫甘娜都比现在厉害。他突然之间一句话惊醒梦中人，30块钱没有一只塞拉斯，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呐、啊，兄弟呀、啊，确实换了也比现在狠，还能有个耀光呢，减点攻击力啥的。小狼人，一个小破狼人也想起飞，这倒数第一还死不死了？算了，我不递了，我递也递不出来，那塞拉斯也不知道搁谁那儿呢，你说，都搁他家呢可能。三星恶飞流失，明咒裂，不咋地呀，明咒裂。明咒裂没前排，杀后排就行了。兄弟们，再见。看看我们能不能再升一名，这小子死了，我捡九滴血呢，我捡这么多血呢，哎呦我操，他俩都死了，我们哪个地府没拿着？